Thank you.
庭还有各位亲朋好友一起莅临这次的管乐班校友团，谢谢大家。时隔五年，我们再度回到音乐厅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场地。接下来音乐会，然后这一年的准备期间，我们真的很努力，想表现出北京管乐班的一切。在这里，真的非常感谢各社会各方对北京管乐的支持与赞助，谢谢大家。能有今天的成果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以及各界的管乐班的班导，还有十三届的各位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还有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届的学弟妹，以及在场的所有团员，没有你们不会有今天的成果发表会，真的谢谢大家。因为有你们，让我们在毕业多年后仍齐聚一堂，一起演奏。今天不是终点，是逗点。期许我们能传承这份热爱管乐的心，延续北京管乐班的精神。那在最后，我们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安可曲，希望各位喜欢，谢谢。Thank you.
中山小，中山东路。